各位伙伴，大家好。今天要帮各位分享的是波浪效果的第二集，就是上次讲的，如果我们要做像台湾水库集资水井这样的动画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它的网站。好，这动画困难在哪边呢？用第一集的方法做不出来，因为第一集方法是从这边，好，我们波浪是放到后面，波浪从后面往上走，所以呢，因为它这个靠得太近了，好，靠得太近了，所以不论你的图层怎么摆，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圆圈，所以第二个呢，它还有一个闪烁的文字，它就是一边水上向上，然后这个文字会一直跑动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也需要一点方法来做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它其实在过程中呢，它的水是一直在动的。好，它水是一直在动的。再看一次，像这样一直在动。好，所以大概有三块：第一个水要一直动，第二个呢，不能影响到旁边的圆圈。第三个呢，这个水一直往上走，树枝一直往上闪烁，所以我们要做出这三个东西出来。怎么做呢？那我们先一样完成波浪。上次介绍在图案那边呢，有单波浪跟双波浪嘛，那我们这次来玩双波浪哈。其实一样，就是两个合在一起一，好，弄很多个，然后把它弄成无线条，摆在一起。接下来就插一个矩形，一样把它弄成无线条，然后把上面的波浪跟下面的矩形合在一起，到 Ctrl 按住哈，就这两个同时按住。到图形格式，我们常常用的合并图案，做一个布尔运算，这次要算的是连集，这两个就会合起来变成一个图案，好，放大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复制一个完全一样的，把它摆到左边来。为了方便大家显示，然后做区别，我把它弄成红色的。好，我们可以按 Ctrl 加 G，这两个呢，Ctrl 加或者你要用连集也可以。然后这是我们直接做群组就好了，变成一个群组，到动画里面，新增动画，然后到路径，我们这次用向右，让这一个东西呢，时间就看自己设定了，我这边设4秒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颜色改回来。到动画那边，到效果选项，请大家注意哦，我们要把这个平滑开始跟平滑结束都拉到0秒。什么叫平滑开始呢？平滑开始就是有点惯性的状态，人从不动到跑，其实中间是有越停止，然后慢慢的慢慢加速。那平滑结束是大家很快的时候，到停止之前你不可能瞬间停止嘛，一定也是从很快，然后再慢慢减速。所以这两个东西都要把它拿掉，就变成是等速这样移动，好，两个都是0秒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重复的弄成，直到最后一张投影片，就是让它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对了，像这样，好，大概像这样，好。然后接下来，因为它到时候呢是要不要影响到旁边的圆圈圈，然后又要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怎么做呢？那这边教大家一个，你把动画做完之后，你可以把动画另存成 GIF 图档。变成 GIF 图档，它就变成一张图片。那时候到时候图片就很好用，我们只要插入图片就好了。就像这样，这是一张图片。然后你可以把上面的白色弄成透明，到色彩那边，好，其他透明色彩把它点一下，白色就不见了，就变成一块这样。好，那这一个波浪的 GIF 图档我们就留下备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这个闪烁的数字，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呢？是长这样。好，再看一次哦。这个怎么做呢？好，那我们待会来做介绍。好，如果要做闪烁数字，当然我们要先把数字先弄出来嘛。最快的方法当然就到 Excel 里面去填上一些数字哦。那我们就从0.1开始，它最后要到81.5，看一下。但是各位哦，您不需要每一个数字从0.01一直到81.5，中间呢其实可以有些地方呢，我就跳过去，让它呢大概数字哦，最后总共有的个数在100以内就可以了。好，100以内就太多也不好，好太多也不好，就短短的这样了，太多它跑的就太快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把这个我们把整列的文字哦 copy。怎么贴上呢？到常用这边有一个贴上，然后选这个，
只保留文字这边，贴过来之后就变成一长条。我们看一下它有多长，这么长，90个。好，当然也不是每一个，你可以前面哦都照，哦都照步骤来哦。你看我到这边1.5、1.7就开始跳开了，前面跟最后面有顺序就好了，然后其他都跳开没关系。你看从44都跳了50几，中间的部分还好，就是有跳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先摆在旁边。然后待会呢，我们要把这些文字呢，虽然它现在这么长嘛，我们要全部的文字集中在一坨在中间这样。怎么做呢？各位一定都知道，常常用的，在常用的段落里面，我们可以把固定行高调成零，好，调成零，这样子呢，待会它是整坨合在一起，像这样，好，调成零，对，就全部的文字卡在一起。接下来，如果你要做像刚才那个文字会这样闪动，像这样，再看一次。大概有几种方法啦。之前我们在倒数计时器里面有教嘛，就是出现消失，然后你就把每个数字啊当成独立的个体，每一个文字框都做出现消失，出现消失，出现消失。哎，很累很累，因为这次太多了，跟之前那个不太一样。所以这次我们上次有讲哦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倒数计时器。我们这次来介绍另外一个方法。不过呢，这个方法需要一个比较旧的动画。这个动画在2010以前的版本都有，但是2013以后的版本就把它取消掉。我也不知道微软为什么把它取消掉，总之它不见了。那个动画叫做闪烁一次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像这样，它其实就是一次出现，再加一次消失。可是对动画窗口来讲，它只有一个动画叫做闪烁一次。如果你是2013以后要做这个出现消失，它其实是两个动画。如果你2010以上的，2010以下的版本的话，你有这个动画就没有关系。我还有一台很旧的 notebook，它其实就是闪烁一次，就是出现加消失。我一台很旧的 notebook 里面还有2010，所以这动画我一直都有保留住。如果你没有你的现，因为大家现在2010已经过了11年了，那你的版本很新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你就要靠外部的软体。你可以在 PowerPoint 上面，现在有资源很多外挂的软体。比方说，对岸的对岸有一个东西叫做口袋动画，它里面有一个叫经典动画，这边就还有把闪烁一次还保留下来。好，如果各位都没有没关系啊，我到最后把闪烁一次的这个动画呢，的下载的链接我放在说明那边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下载把它存起来，因为以后不知道微软会把它拿回来，总之你自己先保留住，还蛮好用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之前不是有教过动画怎么去复制吗？就是到动画那边有一个复制动画，它就跟复制格式一样，有个刷子，你就把闪烁一次我已经做了，是闪烁一次的动画，就把这边呢复制动画连到这边来，它就变成像这样。再看一次哦，我直接一闪就不见了，好，一闪就不见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希望它做跳动闪烁，你就要到动画那边。先把时间哦，我们调成最短，你就直接打0.01，就是最短的。你打零也是0.01哈，可是它很短，你看很快就一下子不见了，一下子不见了。好，让它变得越来越慢，怎么调呢？接下来我们到效果选项里面呢，到效果那边哈，你可以选择这边有三种，一次全部，就一次全部，就像刚才一次就不见了。另外一个有依据英文单字。或者中文字，或者英文字母，或者中文字，这两个的差别在哪边？我们示范给各位看。如果你是选依据英文单字或中文字的话，它每一个数字就是集合在那边的每一个数字，每一行，它当做一个个体。如果你是英文单字的话，就像这样子，one two three，one two three。但是如果你选英文字母，它是用字母来看的，就像这样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当然是选这个嘛。可是它还是很快，虽然慢了一点，可是还是很快，对不对？不过已经有做闪烁数字的那种感觉了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几步要调，一样到效果选项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那个效果的延迟度调30%，这要看你的文字有多少个。那我试了好几次，我觉得30%是刚刚好的，像这样，像这样还不错，刚刚好。可是呢，我们希望它最后停留在81.5%。因为最后它数字不可以消失嘛，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你要调下一个，一样到效果选项，
里面刚才在效果嘛，现在是预存时间，你把重复这边哦，打0.99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动画哦，完成度到99%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住，有点像我们下载软体到99%，它只是停住卡在那边，它最后就停留在最后一个数字，就是81.5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停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可是呢，我们很龟嘛，我们希望哦，那个 person 哦，你看他会往旁边这样跳，因为他数字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，靠左字中嘛，待会我们要把它调回来，让他这个 person 数不会这样跑来跑去，那你就要改从靠左摆成靠右，到常用段落这边有个靠右，或者你直接按 Ctrl 加 R 也可以，就会这样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就不会动了，person 数就不会动。这样的数字就很漂亮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刚才那个水库的那个动画，如果用 PowerPoint 来做的话，也是做得出来的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背景哦改成这个颜色，然后就是238238238。接下来插入一个一模一样的颜色的矩形，把它插进来，背景跟矩形是一样的。好，然后画几个圆，假设我们现在五个水库就画五个圆。放白色圈圈，再加一个蓝色圈圈，然后照在外面。接下来，请你按住 Ctrl，把这五个圈圈逐一点选起来。我们要挖洞，挖洞怎么挖？各位应该知道嘛，常常教。图形格式，和平图案里面的哪一个减去嘛？好，减去它就把它直接 delete 掉，中间变成中空了。接下来把刚才做的这个水库的这种GIF 图档哦，你可以按照不同的 person 数，你做不同的波浪，这都可以自己做，可以随便你做。甚至你不喜欢这么多，你可以把它点两下，按裁剪，因为它是图片嘛，按裁剪变得短短的，那把那个波度哦变得更平滑，随便你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。接下来我们到动画，把这些水库的水波哈、哦、加上一个动画，就向上，它就会变成像这样。按照不同的数字哦，它水库有多少存水，自己做好，放到向上，然后把 Ctrl 全部的按住，把这五个水波1、2、3、4、5按住 Ctrl 哈，然后把它移到最下层，它就会到后面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从刚才到现在的动画效果是这样。好，再看一次。好，接下来把数字加上去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它的水波是一边上来数字一边跑。这个时候呢，要调同时，你就把水波跟这个数字的动画效果时间呢、哦、设定成同时，与前动画同时。那我们看一下效果是这样。好，再看一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加上文字，大部分基本上已经做完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完成的成品的效果是怎么样。像这样，好，一边跑文字一边跳，好，而且它这停止的时候，它的水波还是一直在动，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网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了，几乎百分之百是一模一样。好，那这样子大家就学会我们水波效果的第二种版本，那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做，可以自己做，还蛮好玩的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